金色因果记事集身体疾病问题系列。身体疾病摆脱不掉的肝癣。以下是彰化县田尾乡一位师姐利用网路来信问世，信件内容如下。请问大约4至5年前左右，身体的皮肤就越来越不好，除了脚以外，其他部分的皮肤都会很痒。看过几间皮肤科，吃的吃，涂的涂，都只是暂缓1至2天而已，也不知道为什么。连弟弟也是这样，弟弟去过大间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出来说是肝癣，也是吃药没作用。冬天的时候常因皮肤太干而导致很痒，夏天流汗也超痒，变换季节的时候会更严重。起初1至3年的时候痒到抓破皮流血，这几年不至于抓到这么严重，但是时间越久，皮肤的状况好像越来越严重。刚开始从背部，慢慢的到胸部、肚子、脖子、手、脸部等。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跟我弟弟很久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家里是医贯道的，弟弟有在修而我没有，我时常会到家里的佛堂念念经而已。有次看到牟尼精舍结缘的书提到有在帮人问问题，所以麻烦师兄能替我问问佛菩萨关于我跟我弟弟的皮肤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该如何化解，感激不尽。佛菩萨慈悲凝视。小姐的因果如下。北宋时期有个家庭，家中有父母亲、一对姊妹跟一个小儿子。父母亲想栽培小儿子，希望他将来可以光宗耀祖，于是便让儿子读书，把家中的大小琐事交给大子与二子处理。后来父母亲双亡，家中的主事权轮到姊妹做主。因为父母亲长期的重男轻女观念，使姊妹对小弟的积怨已久。明明都是亲生孩子，为什么男孩子就不用做？某次姊妹联合起来将剩饭剩菜再加热沸腾，而后命令弟弟赤膊罚跪，一气之下将滚烫的馊水倒到弟弟身上。由于温度很高，一时之间弟弟承受不住，而且事后也没有紧急处理，导致弟弟居然一命呜呼，魂归地府。等事小姐与其胞弟就是当初的那对姊妹所投胎转世，目前身上所犯的皮肤病就是前世的弟弟来讨报。由于这是因果疾病，所以用一般世间的方法无法治愈。佛菩萨慈悲凝视，除了要真诚的忏悔，每人还需各诵金刚经、药师经、地藏经各9遍回向，祈求业主菩萨原谅，而后再去就医就可以治好了。引用相关皮肤病的故事。梵音杂志社。梵音拾萃将垃圾丢入河中导致全家皮肤病的故事。台中县丰原市蔡先生请示。蔡先生的请示：弟子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非常注重清洁卫生，居家环境也打扫非常整洁整齐，为什么全家人都会轮流罹患皮肤病循环不息，至今已7年。前往皮肤科看诊，医生都说是居家环境肮脏引起，所以弟子家人都感到非常纳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梵音堂佛菩萨开示：
弟子全家虽都非常注重清洁卫生，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但都缺乏功德心。八年前，全家人嫌将垃圾倒入垃圾车都会闻到一股臭味，见自宅对面乃是一条灌溉用水镇，往后就在夜间人车稀少时，将垃圾剩菜残渣抛入水镇。经过一年，有日夜晚，弟子又将垃圾抛入镇，恰巧夜游神经过，看到弟子将垃圾抛入水镇失德行为，摇头感叹，为何住在高级住宅阳明，却有俗言不识字兼不卫生的愚蠢行为，就将弟子行为向台中城隍尊神呈报。城隍尊神则命派白无常将军前往调查，经白无常将军回报，查明弟子全家人将垃圾抛入水镇污染大地环境行为已年余，城隍尊神就呈文上禀瘟神，瘟神就命派瘟兵进驻贵府，故弟子全家人就轮流罹患皮肤病，凡医无法根本治愈，全家人轮流将垃圾丢入水镇，就轮流罹患皮肤病。有年前夕前两日夜晚，一家人全体出动将垃圾丢入水镇，当日半夜全家人皮肤病同时发作，瘙痒不止，一起到医院急诊，一家七人在急诊室是猴子般抓痒不止，令急诊室医生叹为观止。全家人自此尚不能觉悟是将垃圾抛入水镇之失德行为所以起报应，转瞬间已经过七年，弟子全家仍然在轮流将垃圾抛入水镇。简宁还需系宁人，悉全家人至城隍庙求赦，并在城隍尊神座前立愿，愿意负责住宅周围百米清洁工作，持续八年，以此善行弥补全家人八年来所造之过失，皮肤病方可消失也。生病要找医生看，但如果看了很久还看不好，其实可以换一个医生试试。许多人都不知道佛是大医王，不论是生理的心理的，只要肯相信肯去做，一定有效，任何疾病都可以治愈。最后，众生为果，菩萨为因，真正断绝恶业的方法就是将因果烙印在心中，做每件事情之前都要想会不会造下因果，时时警惕自己，才不会又踏入恶果的泥沼。摩尼经释，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治因果病，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普度慈航。我们不接受供养，不收钱，不推销，不强迫修行，只求能结善缘，解决您的问题。我们专解因果事件、因果问题，治因果病。无论感情、婚姻、家庭、事业、家族、身体、户籍、学业等问题，均能请示，有医生看到没医生，有神问到没神者，不妨一试。因为精舍义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现场请示台湾彰化县西周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271号。